全新的手游，玩手机呢，就是那种 RPG 手游。好，这就在攻略教学。然后升级教学就是这样。OK，那我是希望他可以存档啊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中途逃走，就是我等下去测，因为蹦蹦可以嘛。哎，我怎么卡在这里啊？书包，抓，抓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好了，就这样子了。分享一下，我们再玩几个机关好了。应该是他死掉之后就可以有那个了吧？主界面应该就会出来了。但我这里在讲玩法啦，所以就不讲了。应该可以玩到很后面。对，这次打完就好了。我天啊！痛了，这只。哦吼！还故意让我们输掉啊！这祖先，鬼魂呢？阿果你好，暴风突点，就是。